我即阵代志，我袂计甲你讲啊。阮大亨开发已经决定要用350亿月超百货，甲超联保险。无可能啊！这两项产业根本就无值这个价钱，是毋是有这个价值，咱看还无够。所以咱无需要讨论啊。啊，不过不管恁相信也好，唔相信也好，阮拢决定要买啊。所以黄主席啊，我警告你，请你莫阁踮咧阮的背后创空啊！ 再见。信玲啊，啊，咱当时要买的超百货甲超联保险，你写个开350亿月超百货甲超联保险？咱当然无要买啊，我是故意讲给吴冰秋听的。为什么？志良甲我讲过，伊讲吴冰秋对超百货甲超联保险真有兴趣。 所以我是故意替志良甲介绍给我管，那安尼哦，咱就咱踮咧中抽着这款的孔明相，总比咱买这两项产业搁较好啊。嗯，是的，你小姑娘有够巧的。那是当然的。李泰山已经愿意出400亿的价钱啊，所以说来主席你出的价钱，可能就要对400亿开始起跳。听着400亿这个数字，我就有一个感觉，迄就是伤过离谱。 人讲贪心不就是吞枪啦，恁开这款的计数就是卖出去，迄真正是天方夜谭。大亨开发的李泰山，伊确确实实是接受这个计数，所以赶快去顾话啦。若是唔相信，欢迎恁去探听。伊若真正肯出这个计数，这干来表示伊是超过伊在创空，故意在使弄恁的。恁是唔通讲我去来骗去的？老鹰，要买若是要成哦，上重要的价钱一定合理啦。 亲像你安尼介绍三六五百块，恐惊有啥物甲恁买买数哦，拢会去行走去啊。假是阵，恁若是翻头来找阮，阮所开的绝对毋是这个合理的介绍。若是要讲到买卖吼，拄啊好啦，我是一个上险的老手呢，恁千万毋通甲我当做吼，我是一种啥物拢毋捌的菜鸟啊，凊彩咧假死啦。啊，我想看袂起一种人啦。 遐就是去百货公司哦，啥物物件拢无爱买，啊嫌东嫌西嫌人无拍折啦。我是感觉讲出来较合算哩啦，有钱才来讲也无钱，拢免讲。买地买卖原本就是做鱼打黄盖，一个愿打一个愿挨，嘛是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啊。无要紧啊，买卖无成仁义在。既然这介绍超袂好势啊，啊，当作这是一个误会，大家唔通想过勉强。 确实无需要想过勉强啦。恁甲李泰山联合起来搬出去，想要骗我，我明秋毋是这样简单就会中计的人。恁若是感觉我红英集团无钱，还是无意愿要卖互我，恁即摆就用离开啊。恁若是感觉想要继续留落来谈，我即摆要讲的，就是最后的决定。恁上好每一字拢甲我听清楚。 我出300亿台，成交了后，超百货也是由老药英继续管理，超联保险嘛是乎袁志良继续负责，不离家无参详余地，恁好考虑看卖。坦白讲，恁这两个产业拢真趁钱，伫咧这竞争激烈上中上，确实有影真无简单。若是想讲要加趁淡薄仔钱，将伊卖断好别人，恁敢会感觉伤过可惜？ 恁上好申请我清楚啦，看是要做假肉，但是也好夹人，还是怎啊贷款的霸主？有在恁啊，志良啊，虽然讲我真讨厌生的人，也毋过我感觉伊公司了真有道理呢，而且佮伊介绍嘛比咱预估的佫悬啊。我同意考虑，也毋过我无法度马上做决定。歹势，我袂予恁考虑的时间。 只要恁今仔日行出这个房间进前，若无做决定，咱的买卖就同时结束，绝对无后一次机会。我是赞成买卖啦，啊你呢？若是想要跟黄家的人输赢到底，买当然是较正确的选择。你是讨论好了没？主席的时间是真宝贵的哦。
那你讲吼，小生小得，大舍大得，这不舍不得啦。咱今仔日这吼是几啊百亿的生意呢？迄那不是因为是你黄主席吼，我绝对无可能用这么低价销价，这么好的生意都卖出去啊啦。好啦，安尼我就给你一个面子，321咱的身高啦。志良，马上通知英玲来处理合约的问题哈。这两份，恁双方各留一份做依据。等正式的买卖合约，若是签好，这份草药就自动作废。恭喜两位哦！若是无其他的问题，我先告辞。这边咱的买卖会当顺利来完成，也毋过咱新的合作才拄啊开始尔。希望以后会当亲像这边同款，顺利来进行。哈哈，无问题啦！你甲超爸爸或者个超人保险交阮来经营吼，绝对敢咱两个去稳赚啦！廖英，希望咱这个合作会当真单纯，莫有搁什么亲戚朋友牵拖入来。安尼哦，这个事情上好讲哦。我真是无问题啦，我都惊你一边哦，敢无好呢？机灵啦，阿侬蛮好来走呢。刘天明小姐，歹势啦，我今日去予你团练着 SARS， 咱是卖阿秋较好。刘天明小姐，伫个商场上可能你是办事通，也毋过伫个医疗保险这方面，可能你就较毋捌。SARS 是爱发小姐团练，而且我的体温一向拢比正常个搁较低。那是讲你是冷血动物，我一点嘛都无感觉意外。刘小姐，我唔知道我是虾米所在去得失着你，自咱头一遍见面，你就拢无我好面色看。我看人真准啊！第一眼我就已经知影，虾米人带你我还好面色看。刘天敏，歹势啦，阮阁有代志，无啥。Hello， Betty， 虾米代志啊？好，我会甲主席讲，多谢你，再见。主席 ，Betty 敲电话来通知咱明仔载早起十点去超联开董事会，麻烦咱来准时到。好。董事会？安尼我甲阮姊娘嘛应该来参加啊。虽然讲我已经予人列入伊无受欢迎的名单内面，也毋过我甲我妈妈依然是超联的董事之一，所以明仔载董事会应该安排阮的位置。也毋过我较相信啦。但明仔载吼开会开始吼，吴冰春遐个人吼，绝对甲咱两个独面。